我们今天感到非常的荣幸，我们请我们的永逸顾问林广照先生为我们演唱《安标在演》。你看，赢了80多岁呀、啊，是不是赢了？原来说是还有几个提前要来，那如果是这样的，我来一个试唱好了。因为今天呢，不是经历这个旧社会、新社会、香港社会，我们有今天呢，我们要铭记历史。所以刚才我们这个关主席讲的，我们有今天的幸福的生活，就我们要感谢共产党对我们的领导。没有共产党这种领导，就没有今天。所以只有我一个人唱，我来唱一个《东风红》，我单唱啊，老歌啊，哦。谢谢林广昭，我们的友谊顾问。